这里吗？燕子怎么就会死在那里啊？随着风啊吹啊，就潮水啊，它个移位的移位变化比较大，就流失也比较多，就是通过我们氯化后，就是个这种现象就相对来稳定下来，上那个整个岛礁啊比较地势比较稳定了，现在那个植被也长高，树长高了，鸟也多了，很宜居。它跑过来咬人了。岛上没歇水歇定歇菜，然后这个什么都没有啊，人也很少，就像个那个荒岛，